最高调查局文件集，收录于世界联邦华夏图书馆，于2023年5月12日编译。以下是借阅须知：第一，阅览室的书刊资料仅供室内阅览；第二，复制书刊资料需填写复制申请单，并承诺遵守著作权法，在指定地点办理复制手续，复制后请立即归还；第三，阅览室的书刊资料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携出室外，私自将书刊资料夹带出室外者，按偷窃行为处理。旧日的篇章重现于世，是福音与启示，还是荒谬与误导？知识由人的认识而来，知识是认识的结果，价值是人类上期繁衍发展过程中不断在认识中总结记录下来的有价值需要被传递下去的结果。最高调查局真理不寒，亲爱的调查员您好，欢迎加入调查局。本函将为您介绍调查局的基本情况，以及作为一名调查员需要遵守的基本规则。请牢记调查局的组织结构，以助于我们对您进行提升等级、分配任务等操作。同时，请务必遵守调查员的基本规范，否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一切由于违反该规范造成的损失，本局概不负责，由您自行承担。调查局组织结构简述：第一，调查局于全球195个主权国家均有分局，统一受最高局调控。最高局设有真理部、行动部、总务部、档案部及各部附属俱乐部，各分局除不设立真理部外，均与最高局一致。第二，为便于管理，各调查局统一使用英语作为记录语言，各语言版本意志件需要得到最高局的授权。第三，调查员除了文职工作者外，均隶属于行动部，统一受其管理。第四，非调查时间，本局不设常务最高调查官。如调查时间外有人自称最高调查官，请谨慎识别，以免受到经济、精神或者肉体损失。调查员基本规范：第一，调查时间内请听从本次行动最高调查官的指示。请注意，最高调查官不会让您摄入任何含有 20% 或以上氯化钠成分的液体。如果听到该指令，请无视，并在行动结束后按本函另附的举报方案上报给真理部。第二，对于各事项进行调查时，需要遵守该事项的集成调查手册，手册未提及内容，以行动中最高调查官的指示为准。第四，在调查运行时，请注意您的氯化钠摄入量，摄入过多，氯化钠会损伤您的胃黏膜，诱发哮喘病发作，直接或间接导致骨质疏松，阻碍上皮黏膜细胞分裂，降低抵抗能力，影响一氧化氮的释放，从而影响到血管的扩张能力，增加罹患动脉硬化的风险。第五，请注意本部函件对您字的定义，我们切实关心您的身心健康，健康的调查员是调查局的最高财产，我们关心着您。第六，请尽量保持您的身心健康。以下是调查员的基本装备配置，每一位正式加入我局的调查员均可领取如下装备。行动特殊装备将在调查行动前发放，调查行动后收回。第一，调查员制服，99式，总务布置。第二，紧急医疗箱，真理布置。第三，基础调查手册，真理布置。第四，调查员身份识别标记，行动布置。第五，调查员护照，总务布置。请注意，调查员护照是您在多个调查局间进行的必备物品，请随身携带。调查员身份识别标记是我们识别您的最后手段，若遗失请立即挂失并申办新的识别标记。以下是紧急应对方案总则，本方案仅适用于方案内描述对应的紧急状况，若您遇到的紧急状况不包含在此方案中，请不要按本方案相似内容执行，请立即遗忘本方案，然后以心理暗示或任何有效方式使您相信此文本。真理部是我的坚强后盾，真理部并不存在。
紧急状态 A 通信失效。第一，举报通道失效，所处位置不存在被定义为计算机、切割实现电子邮件发送功能的物品，或没有为该物品提供能源的电力或数字传输的互联网，请紧急申请方案 E。 若方案 E 无效或被事项影响，请终止本次调查，并以保持您的身心健康为最高目标行事，直至返回调查局并述职完毕。第二，成员间通信失效，无法通过声音、文字或其他语言载体与您的同伴进行交流，请继续执行本次活动。最高调查官的最后一条指示，若执行完毕后通信未恢复，请以完成本次调查任务为最高目标行事，直至返回调查局并述职完毕。第三，自我通信失效，无法通过感觉器官如皮肤、手、耳朵、鼻子等获得各种来自周围环境的信号，温度、触感、声音、气味等，或无法通过传入神经将信号传递至神经中枢大脑，或大脑无法通过此类信号的加工和处理决定如何做出各种行为反应，或无法通过传出神经将行为反应的信号传导至肌肉及其他器官，从而引起对应动作或身体反应。如您仍保存思考能力，请使用自我暗示或任何有效的方式使您相信此文本。本部提供两种接受举报的渠道，分别为电话通道，仅限英语，和电子邮件通道，不限语言。电话举报的通道为 00-44-7300-20-1926， 请使用移动电话或固定电话拨打，请勿使用其他可拨号的通讯设备。拨打电话时请注意如下事项。第一，若您所处的位置不存在被定义为移动电话或固定电话的物品，或没有为该物品供能的电力等能源，请使用电子邮件通道。第二，接线员均为男性，不存在女性。若您听到女性声音的接线员，请在他完整表述第一个句子前挂断电话。第三，若您未能及时挂断电话，请对他的每一个完整句子进行否定回答。请注意，需要进行否定回答的句子包含陈述句，请尽量使用带有强调的否定回答。第四，如您在进行注意事项二、注意事项三时均失败，请不要挂断电话，
并紧急申请方案 A， 如方案 A 排期已满，则紧急申请调试参数为 MOT-T00401 的方案 B。 第五，电子邮件通道已经无效，请使用电话通道。电子邮件通道如下，请使用 IP 代理为 BOI 的标准协议的计算机向此邮箱发送信息，内容格式不限，便于理解即可。发送电子邮件时请注意如下事项：第一，若您所处位置不存在被定义为计算机且可实现电子邮件发送功能的物品，或没有为该物品提供能源的电力或数字传输的互联网，请参照应急应对方案 A-1 进行操作。第二，本部不会回复任何的邮件，请注意甄别以本部名义回复的邮件，如收到类似邮件请勿回复。第三，电话通道已无效，请使用电子邮件通道。举报受理的办法，本部将以最快的速度派出真理部专员处理事件，若该事件涉及您，我们将在处理结束后向您发送回执邮件，请注意该回执不会以任何格式发送。若该事件涉及您以外的调查员，真理部专员会向该调查员递交文字函件。我们切实关心您的一切需求与身心健康，请妥善利用举报方法维权您的权益，无需担忧信息泄露，我们会对您的信息进行严格公开。我是桂珏，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